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种极小的物质，看似像烟尘一样渺小，却有着极大的功能。你无法想象，我们的生活若是没有了它，人类文明的脚步将会如何停滞不前。它在人类历史中的价值在于它奇妙的生成特性，一如大自然的生生不息，它也是经由再生而来，更像是传递圣火一样，继续创造共生的循环价值。碳黑，这个体积极小化、价值极大化的黑色微粒，是人类最早开始使用的纳米材料。它实现了人们从微观到宏观的梦想，无论是食、衣、住、行各方面，都与碳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塑造坚韧耐磨的橡胶碳黑，在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。光是一部车上，橡胶配件就多达上百种，为车辆的耐久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护航，让人们距离不再遥远。洁净高着色的色素碳黑，为生活点缀缤纷色彩。能源取向的导电碳黑，则让现代科技更加来电。